好，今次咧，我哋会讲到祷告、敬拜同埋代祷嘅能力，即系神系赐俾我呢个权柄咧。我哋每一个人嘅祷告系非常之有能力嘅。咁希望我哋咧系捉实神呢个赐俾我呢个祷告嘅权柄去使用出嚟。第一点系非常重要嘅。呢一点咧系我一次偶然间睇圣经嘅时候，忽然间体会到呢一样嘢。我一起讀下第一點，就是祈禱是其中一個因素，叫神的計劃成就。即是這個世界會發生的事，譬如耶穌會回來，我們很多時候想到什麼事發生耶穌會回來呢？就是福音傳遍普天下，是不是？不過聖經也有講到，世界末日的事發生是當基督徒的祈禱的數量達到某一個程度，耶穌就回來，即是末日就回來，即是說不是只是福音傳遍普天下，亦都係我哋嘅祈禱咧，係會叫神嘅計劃成就出嚟嘅，行到最後一步嘅。我哋一齊讀啟示錄五章八節嚇，他既拿了書卷、四回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公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嗱，呢度講到咧，就二十四位長老咧，就攞住琴同埋裝滿咗香嘅金爐。这个炉呢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咁呢个香啊嚟到神面前，就唔系中国人嗰啲烧香，这个呢系喺圣经里面所讲嘅香呢，就是基督徒我哋嘅祷告。跟住呢喺启示录八章三至五节就讲到呢个香将来会做到嘅事啦，一齐读下。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光、大声、闪电、地震。好啦，喺呢度讲到咩呢？就是讲到个天使就攞住个金香炉，有香赐俾佢，同埋众圣徒的祈祷一齐献在宝座面前。咁呢度咧，即係其實呢個一齊嘅意思係到底因為啊，因為前一經文咧係講到香咧就係眾聖徒嘅祈禱啊。呢個香咧就係眾聖徒嘅祈禱。呢度咧就話香同埋眾聖徒嘅祈禱。咁到底係點樣嘅咧？咁即係有可能嘅意思就係咁樣嘅。即係呢個香裏面咧就係有神有眾聖徒嘅祈禱一齊。咁所以呢個香又係眾聖徒祈禱，又係有眾聖徒嘅祈禱一齊。咁到底係實際係點咧？即係聖經唔係好似分析下佢嘅成分係乜嘢。不過總之就話呢個香咧獻上嘅時候咧係有眾聖徒嘅祈禱一齊嘅。好啦，當佢呢個香爐，即係呢個香咧一路獻上俾神嘅時候咧，喺一路升到神嘅寶座面前啦。然後咧就將呢個香爐裝滿咗壇上嘅火，倒在地上就有雷光、大聲、閃電、地震，就係講到咧喺末後嘅日期嘅時候咧發生嘅災難咧就開始啦。有啲人就話：哇，乜祈禱發生災難？因為呢個係末後嘅先兆嚟嘅，聖經又講到末後會發生嘅事情。咁呢度咧就係講到眾聖徒嘅祈禱，當我哋達到神面前，即係到到呢個份量嘅時候咧。然後咧，末後嘅事情就開始發生啦。末後嘅日子，咁嗱，當我哋有啲基督徒聽啲事，哇，唔想啊，希望唔好啊，驚啊。但係聖經話，你當挺身昂首，因為呢個係一個神咧叫我哋得贖嘅日子，亦都係一個榮耀神嘅日子。雖然咧係困難嘅日子，但係咧亦都係榮耀神嘅日子嚟㗎。咁希望大家唔好驚。但係咧，呢度俾我哋睇一樣嘢，就係當祈禱嘅份量達到神嘅標準咧，末日嘅過程就開始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事，即係話喺末後嘅時候，福音要傳遍普天下，呢個係其中嘅要求。另一個要求咧就係基督徒嘅祈禱達到神嘅要求嘅時候咧，然後咧開始末後發生嘅事啦。然後咧，聖經亦都講到禱告發出命令喎，呢度都係講到基督徒嘅禱告咧發出個能力啊。但耶穌九章廿一節一齊讀下。我正禱嘅時候，先前在異象中所見的那位加百列奉命迅速飛來，若在獻晚祭的時候按手在我身上，他指教我說：但以利亞，現在我出來要使你有智慧有聰明，你初懇求的時候就發出命令，我來告訴你，因你大蒙眷顧，所以你要思想明白。
者以下的事為倚仗。咁咧呢度咧就講到咧，當佢祈禱嘅時候咧，加百列咧就呢、這個天使咧就好快飛到佢嗰度喎。佢就話咧：你懇求嘅時候就發出命令，我就發出個命令咧，跟住我就嚟話俾你聽呢啲發生嘅事啦。即係你祈禱嘅時候咧，就會發出呢個命令。呢、這個命令咧，跟住我就會嚟到。咁即係話佢嘅祈禱咧係叫加百列嚟到，並且將呢啲以下嘅事同埋異象講俾佢聽喎，就係話俾我哋聽咧，原來我哋嘅祈禱係帶住好大嘅權柄，即係神喺末後日子發生嘅事，同埋天使嘅作為，同埋神要成就嘅事咧，都係同基督徒嘅祈禱有關嘅。咁所以我哋知道嘅時候，我哋就知道我哋祈禱嗰種嘅權柄，嗰種嘅重要性啊！我哋即係話神啊，原來我哋祈禱時會發出命令。咁但係聖經亦都講到某啲人嘅祈禱係特別有能力喎，因為咧當人真係親近神嘅時候咧，佢嘅祈禱係大有能力嘅。咁所以我哋都係話唔係淨係祈禱嘅，係點樣祈禱？好啦，嗱我哋發覺主禱文裏面咧都有一句喎，願你的國降臨，即係話神嘅國降臨係點樣發生咧？係點樣發生啊？就係當我哋祈禱嗰時，願你嘅國降臨。亦都會叫神的國降臨的喎。當然不是只是祈禱的，所有神的事都是透過神使用我們的。即譬如、我們看到《使徒行傳》你看的時候，你發覺他記載很多是他傳道的，亦都記載他祈禱，但很明顯不是只是祈禱的，但兩樣是一定有的，一定是有祈禱和有侍奉的。即只是祈禱不侍奉，這個又不是聖經所說的，淨係侍奉唔祈禱又唔係聖經所講嘅。咁而事實上咧，聖經裏面咧講到祈禱嘅人咧，都一定有侍奉嘅，即係唔會話淨係祈禱嘅。即係有時候有啲人淨係祈禱咧，淨係坐喺屋企祈禱咧，咁聖經係冇。嗱，有一個例子咧，就係喺聖經裏面記載喺聖殿咧有一個亞蘭，咁佢就係晝夜禁食禱告。咁咧即係嗰啲喺寡婦啊。佢嘅生命獻俾神就喺聖殿裏面咁樣做法，咁呢個情況咧就，但係喺聖經裏面唔係一個大多數，咁舊約聖經都有利未人啦，佢哋就喺度敬拜，但佢哋又唔係淨係敬拜喎，佢哋都做好多嘅事務。不過咧，佢哋利未人又分開嘅，有啲係敬拜，有啲係做各樣嘅事務嘅。咁即係話聖經裏面真係淨係禱告嘅人咧係唔多嘅，咁所以我哋禱告咧唔好淨係話我係代禱者，我淨係祈禱嘅啫。我哋有祈禱咧，就即係祈禱嘅時候，我哋就有火熱嘅心，我就行動啦，行動出嚟去俾神去改變啦。咁即係我哋睇得到咧，我哋祈禱係叫神嘅國降臨，亦都即係先講末日啦，末日嘅事發生啦，同埋講到咧天使即刻嚟到佢面前咧，講俾聽要發生嘅事嘅。咁而神嘅旨意咧，就係我哋個人都祈禱，呢個係神嘅旨意嚟嘅。以賽亞書59:16一齊讀下。他見無人拯救，無人代求，甚為詫異，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義扶持自己。咁呢度就講到咧，神咧見到人冇人拯救，冇人代求咧，佢好驚訝，即係神係好驚訝，點解啲人唔祈禱咧？佢好想我哋更多人祈禱，神嘅心就係好想更多人祈禱嘅。提摩太前書2:1一齊讀啊！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為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咁佢講到第一，你哋要為萬人禱告，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同埋一切在位嘅，即係唔係淨係為信耶穌嘅人，亦都為呢個世界上嘅人嘅。禱告咧，亦都係尋求神嘅同在，即係禱告帶嚟嘅後果啊，同埋咧。離開罪咧，會帶嚟神嘅祝福嘅。歷代志下7:14一齊讀啊！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呢度咧係講到個地方得到醫治喎，就點樣得到醫治咧？就係、是、將神嘅子民咧一齊嚟到喺神面前謙卑，一齊嘅禱告尋求神的面。嗱，點解禱告同尋求神的面會分開咧？呢度咧係尋求神的面咧，即係神嘅同在啊。所以呢度講到咧係一個唔同嘅禱告，一個咧就係禱告懇求神，
另一個咧就係禱告同神嘅同在啊。聖經有講到一種就係咧禱告同神建立關係嘅，喺神嘅同在之中嘅禱告。一陣間我哋會睇到嗰種嘅禱告嘅，尋求神嘅面嘅時候咧，轉離佢嘅惡行，神就會聽留，會赦免佢哋罪，醫治佢哋嘅地。咁的而且確有好多地方咧，佢哋禱告咧係帶嚟好大嘅祝福嘅。咁但係唔係淨係禱告啊，即係唔係淨係代求啊，係尋求神嘅面，即係有神嘅強烈同在，離開佢哋嘅罪，喂喺神面前謙卑嘅。咁而神嘅靈咧係叫人禱告嘅，因為神係想我哋禱告嘅。撒加利亞書十二章十節，我必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曉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就係叫人懇求嘅靈啊。呢、这個懇求的靈即係咩靈啊？施恩叫人懇求的靈係咩靈啊？聖靈，即係聖靈嚟到咧，係會叫人懇求嘅。聖靈係會賜俾我哋一個禱告嘅心嘅。好啦，咁聖經中一啲嘅禱告，雅各書五章十六節，一齊讀下。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咁呢度講到咧有認罪啦、代求啦，可以得醫治啦，同埋咧講到義人祈禱嘅力所發嘅力量係大有功效，係講到咩人咧？呢度講到咩人嘅祈禱係大有功效？係義人，一個親近神嘅人、遵從神嘅人，佢嘅祈禱係好有力量。即係兩個人祈禱咧，一個更加親近神嘅咧係更有力量，因為聖經會我哋會睇得到嘅。摩西嘅禱告叫神咧唔滅絕以色列人喎。咁呢個咧係好特別，摩西嘅祈禱咧，神嘅英文係好特別嘅。詩篇一百零六篇廿三節一齊讀下。所以他說要滅絕他們，若非有他所揀選的摩西站在當中，漁民是破口，使他的憤怒轉消，恐怕他就滅絕他們。因為以色列人犯罪喎，佢哋居然咧整咗個金牛犊，神咧要將佢哋滅絕，但咧有摩西喺中間，即係話神會。咁樣聽摩西嘅禱告啊，咁我哋一間再睇落去會解釋到點解即係神點解對佢特別，佢嘅禱告特別唔同咧？摩西禱告神就唔將佢滅絕啦，就係、是、呢個經文啊。前面度所講詩篇就係講翻呢度出埃及記三十二章九節所發生嘅事，一齊讀下。耶和華對摩西說：我看這百姓真是硬著頸項的百姓，我且由著你且由著我，我要向他們發烈怒，將他們滅絕。使你的後裔成為大國。摩西便懇求耶和華他的神說：耶和華，你什麼為什麼向你的百姓發烈怒呢？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從埃及地領出來的。第十四節，於是耶和華後悔不把所說的災的禍降與他的百姓。嗱，呢度咧就講到神要將佢滅絕啦，但係當摩西懇求嘅時候咧，神就冇做到嘅。咁呢度講到耶和華嘅後悔，咁到底即係神學上咧就好多人就會好有問題啦。點解會咁樣樣嘅咧？點解會耶和華會後悔咧？咁樣咁呢個係事實上我哋用人嘅角度係好難明白嘅。咁喺永恆嚟講咧，其實神一早知道嘅，即係你可以咁諗啊。神一早知道曬，結果佢係冇滅絕嘅。但係神嘅怒氣，按照佢嘅怒氣，按照佢嘅公義，係要滅絕嘅。咁但係因為摩西嘅祈求，所以咧神就冇滅絕到。咁但係神係知道摩西會祈求，所以神咧最終係冇滅絕到嘅。即係話我哋嘅祈禱，我哋同神嘅關係可以影響神喺呢個世界上嘅工作嘅。如果唔係摩西嘅祈求，神係可以滅絕，即係按照公義係可以將佢滅絕嘅。但係神會因為摩西嘅禱告，咁但係點解神學上可以會神會後悔咧？咁呢樣嘢咧，我哋在神學上有這樣的講法的，就是講到一個神這個最 原本的計劃。神原本的計劃是什麼呢？就是祝福施恩給人的，但是當人犯罪之後，神就有這個懲罰 的計劃。這個不是他原本的計劃，即是神做人的時候不是想著我要罰他的，神創造人的時候只是想著祝福的，是因為人類犯罪之後，神就所以後來就會有這個懲罰 的旨意，即是當人犯罪的時候他是會懲罰的。那這個就是說神那個他的工作的改變呢，是自從
即係佢有佢原本嘅呢、这個永遠不改變嘅，就係、是、神永遠想祝福人嘅呢、这個計劃。當人犯罪嘅時候咧，神又會有懲罰嘅。咁然後當人呼求嘅時候咧，神又會祝福佢哋嘅，會啊憐憫佢哋嘅。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喺某程度上係有佢起初同後來有改變嘅喎，係咪啊？即係起初就係祝福，後來咧就要懲罰啦犯罪，然後佢悔改咧又會祝福嘅喎。咁所以呢個咧，即係用人嘅角度睇就係、是、就是、好似神係會改變，但係事實上神係唔改變，因為點樣咧？神就係永遠都係祝福嘅，但係當人犯罪，佢又會有懲罰；但係當人悔改咧，佢又一定會赦免嘅。咁所以佢有個規則，佢即係唔係隨意跟啊，即係隨意去做嘅，而係佢有個規則，就係、是、人悔改嘅時候咧，神係會聽佢哋嘅禱告嘅。喺神面前蒙恩嘅摩西禱告大有能力，我呢度講到咧就係、是。神怎樣喜悅他的、啊、出埃及記33章2節，我一起讀、啊、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亞摩利人，這個神跟、啊、摩西說的。第三節，領你到那流奶與蜜之地，我自己不同你們上去，因為你們是硬著頸渴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們滅絕。第十五節，摩西說，你若不親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們從這裡領上去。17節啦，又話對摩西說：你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並且我按你的名認識你。嗱，呢個好特別嘅喎，即係神咧係講出點解我會咁樣聽你嘅祈禱。神話我要差派使者，我自己唔去啦，差派使者帶你去出埃及。咁但係咧，摩西就求啦，佢話。求你，你同我，即係你同我一齊去，你唔去啦，我就唔好去啦，你就唔好帶我上去啦。咁咧，耶和華咧就對佢話啦，你所求我要咁樣做，因為你喺我眼前蒙恩。第一就蒙恩，第二咧我按你嘅名認識你，即係神認識摩西可以到咁樣嘅程度啊！即係佢同摩西同神嘅關係非常高嘅。咁我亦都睇得到聖經裏面形容到摩西。啊！撒母耳佢哋嘅禱告咧，係神特別提到嘅，聖經特別提到嘅，就俾我睇到一樣嘢，就係、是、一個討神喜悅嘅人，佢嘅禱告係神咧係更加去聽嘅。咁啊，其實任何人嘅禱告佢都聽嘅，但係點解好多人嘅禱告佢嗰個果效唔同咧？因為嗰人有罪，佢俾魔鬼留地步，佢嘅禱告亦都未必全然係跟從神嘅旨意。而當一個義人嘅時候，佢義人佢跟從神咧，佢嘅心係以神嘅事為念，以天國為念，神係喜悅佢嘅，佢亦都同神嘅關係好強嘅。聖經講到咧，神同摩西説話咧係好似人同朋友講嘢咁嘅，即係呢種最高一個好高度嘅關係。嗱，當然喺即係喺新約時代一樣有一個好高度嘅關係。咁但係喺舊約嚟講咧，摩西有個最高度嘅，即係因為佢真係好似人同。有講説話咁樣嘅關係嘅，咁就俾我哋睇到神啊！我哋都盼望，你想唔想盼望同神有呢種咁樣嘅呢種嘅關係？你大家記唔記得當神要去到所多瑪和摩拉，佢做咗咩先啊？佢要揾亞伯拉罕先，佢係我朋友，我要話俾佢聽我要做乜嘢喎？即係嗰種關係咧，即係唔係淨係好似一面嘅？係兩面嘅，神都想話俾佢聽嘅。咁我希望大家咧能夠同神建立關係嘅時候，我哋就知道我哋嘅禱告同埋我哋嘅生命喺呢個世界係會有好大影響力。求主興起我哋成為一啲咁樣同神有親密關係，又常常禱告嘅人。好啦，呢度亦都講到以色列人啊，禱告士師記3:15，以色列人呼求耶和華的時候，耶和華就為他們興起一位拯救者。咁呢度講到咧，其實佢哋成日唔聽話喎。他們呼求神又給他們，這個的而且確是重複有發生的，但他這個祈求呢，我們看得到呢，即是他在困難的時候神都一樣，即是說神聽所有人祈禱，但是聖經特別講到摩西在神眼前蒙恩的，是按神按他的名認識他的。連罪人亞克悔改呢，神都應允，這個很特別的。亞克大家知道呢，是帶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的，所以他是神很不喜歡的。列王記上21:21，一起讀下。耶和華說，我必使災禍臨到你，將你
隨盡，凡屬你的男的，無論困住的、自由的，都從以色列中剪除。就是對亞哈講的27節。亞哈聽見這話，就撕裂衣服，禁食，身穿麻衣，睡卧也穿著麻衣，並且緩緩而行。耶和華的話臨到提斯比人以利亞說：亞哈在我面前這樣自卑，你看見了嗎？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還在世的時候，我不降這族這王；到他兒子的時候，我必降這王與他的家。即係睇到亞哈禱告咧，神都聽佢喎。呢個咧就係神嘅好特別嘅地方，就係罪人佢都聽嘅。咁但係好明顯，神係聽義人嘅禱告係更加強烈嘅。好啦，初期教會嘅禱告嘅能力，四輪轉4:31一齊讀下。禱告完了，聚會的地方震動，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放膽講論神的道。呢度講到初期教會係點樣呢？係好迫切嘅，即係初期教會嗰個禱告生活啊，同神嘅關係都係好迫切。當你禱告嘅時候咧，地就震動啦，佢哋就都被聖靈充滿。即係呢個祈禱咧，唔係淨係祈求喎，係有強烈嘅神嘅同在，佢哋就都被聖靈充滿啦，即係。個個都被聖靈充滿，所以呢個係一個關係啊，即係尋求神的面啊，同神嘅關係嘅禱告，佢哋就有神嘅強烈嘅同在喺佢哋當中，佢哋就好放膽啦。跟住個結果咧就係好放膽去宣講神嘅説話。咁啊，保羅亦都係請聖徒為佢祈禱嘅，以弗所書6:19，也為我祈求，使我得著口才，得以放膽開口講明福音的奧秘。哥羅西書4:3，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我為此被捆鎖。即係保羅咧都叫信徒咧為佢禱告，即係話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呢個禱告嘅責任嘅。就先所講咧就話聖經裡面所講到嘅祈禱啦，而聖經講到耶穌都代求嘅。路加福音22:32一齊讀啊！但我已經為你祈求，叫你不至於失了信心。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弟兄。呢個對邊個講㗎？對彼得講喎。佢話我已經為你祈求啦，即係耶穌一早知道。咁呢度其中一個地方，我哋睇到耶穌嘅預知嘅能力啊。耶穌其實所有能力都有啦。喺呢度好明顯，佢講到佢預知，佢預知佢會今晚雞叫以先咧，佢要三次否認佢。但係咧，佢預知之後有咩行動呢？就係佢祈禱啦。佢為佢祈禱，叫佢不至於失了信心，即係話佢嘅禱告，耶穌嘅禱告咧係有果效嘅，係會叫佢唔至於失了信心嘅。羅馬書8:34，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就係咧，耶穌喺天父嘅右邊咧替我哋祈求。希伯來書7:25。凡靠著他進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你，因為他是長遠活著替他們祈求。即係耶穌係不斷嘅為我哋祈求嘅。耶穌嘅祈禱有冇功效啊？有嘅。其實神嘅恩典不斷嚟嘅喎。你有冇發覺佢有啲聚會咧，有啲恩膏服侍者嗰啲人即刻湧向前啊，湧向想佢哋祈禱啊，想佢祈禱咧想得福係咪？咁咧有一個呢度話俾我聽，有邊個一路不斷為我哋祈緊禱啊？就是、耶穌喎，其實嗰啲福氣係嚟緊嘅喎，不過你有冇領受？但係啲人咧就羨慕邊個多啲咧？羨慕嗰啲地上嗰啲喎。對於耶穌嘅代禱咧，好多人就唔係咁珍惜㗎。其實耶穌神係定義，佢一定義想祝福我哋嘅，你就係有信心，你就可以攞到㗎啦。所以我成日都話耶穌就喺度㗎，哈利路亞！你成日相信耶穌，耶穌嘅祝福就會臨到，你唔使覺得神好遠嘅，神就喺呢度想祝福我哋嘅。呢、这個就係信心啦，同埋感謝耶穌為我哋不斷嘅禱告。好啦，聖靈又為我哋祈禱喎。羅馬書8:26一齊讀啊。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啊。即係耶穌有，我哋諗下聖父、聖子、聖靈。聖子就向邊個祈禱啊？向聖父祈禱。聖靈向邊個祈禱啊？聖父，正因為冇記載聖父祈禱，因為佢向邊個祈禱咧？唔可以向冇邊個可以再向祈禱啦。所以聖子又會求聖父，聖靈又會求聖父，即係佢哋都會祈禱。如果係咁嘅話，即係我哋更加應該祈禱。而且佢哋係不斷嘅祈禱。呢、这個經文講到咧，聖靈親自用説不出來嘅嘆息啊，
咁呢個經文係乜嘢意思呢？嗱，即係我哋去釋經去解釋啦。好啦，呢個係我嚇，當呢個係聖靈啦。聖靈嘆息係聖靈喺嗰度喺度感受我哋嘅傷痛啊，或者感受我哋嘅事情，一路咁樣嘆息，一路咁樣用佢嘅嘆息嚟到為我哋祈求。亦或係喺我哋裏面，佢一路將佢嗰啲感覺傳遞俾我哋，一路為我哋祈求咧。你覺得邊樣更加係合理呢？係裏面嘅。雖然咧，我哋唔能夠即係由呢個經文，你唔能夠分辨一定係出邊，一係外裏面。但係咧，即係由嗰個意思咧，我哋覺得係應該係裏面。並且我係感受到喎。嗱，呢樣係加強嗰個解釋啦。點解感受到呢？你冇發覺你犯罪嗰時咧，聖靈就會令到你裏面咧有種憂傷感覺嘅。佢就一路為我哋憂傷啦。或者咧，當你火熱嗰時咧，其實係聖靈一路祈禱咧，你個心就好火熱嘅咯。即係你有啲咩感覺？你發覺咧，其實好多人咧，佢以為成日以為佢自己火熱，其實係神嘅工作。我用一個例子，好多人喺佈道會咧，以為佢舉手決志信耶穌，其實呢句説話聖經冇講決志，聖經講到咧，人信主咧係聖靈嘅工作，唔係人嘅決志嘅。所以我唔用呢個字眼嘅。有冇發覺嗰啲人舉手嗰啲咧？因為有幾多個人喺佈道會舉手嘅，即係你舉手信主嘅。你有冇發覺你初頭唔想信嘅嚇？如果你真初頭未信嘅啦，你聽喺度咧，越聽就越想信啦。個裡面咧就好囉囉攣啦，喺度好想信啦，但係咧又唔敢舉手，因為點解咧？舉手又好臭怪啊，係咪？咁咧一路囉囉攣，直至最後咧，你又忍受唔住啦，好啦，舉啦咁啊。有冇呢種有邊個有呢種情況？即係你係唔想舉嘅。不過裏面咧就硬係好似硬係好想你舉，好想你去，即係好想你信耶穌。但你唔係理想啊，即係唔係話我好想，我好想，好想咁，唔係咁嘅。唔係你聽到咧，好想好想，而係咧你裏面咧有種力去擁你，你自己咧就有種，即係自己未必係好全心嘅。但係咧佢裏面又催你，結果咧你就好啦，頂唔順，咁你就舉手啦，你就有幾多個係咁嘅情況嘅？我想問下呢樣幾多個？有啲時喺心白膽怯。係啦。OK， 有幾多個係咁啊？舉高手啊！嗱，呢個咧其實係咪你喺度聽聽道理，自己一路思想一路改變，於是我就信主咧？其實因為喺聖靈喺裏面一路改變你咧。其實神改變咗你，你就唔知道啊嘛。其實佢就喺裏面一路為你祈緊禱啊，所以你感受咗聖靈嗰個嘆息啊，聖靈嗰個感動啊，所以你就好想舉手，不過你又怕喎，你又唔敢喎。咁咧，但係咧，聖靈一路催逼你，咁呢個咧就係其實即係我哋好多人都有經歷嘅。咁譬如例如我哋犯咗罪，係咪裏面咧我哋一樣中意犯罪喎？不過裏面咧硬係話你唔應該咁樣嘅。譬如我哋講大話呃咗人，又鬧咗人，個心咧都係死硬，但係裏面有一種聲音要提你，你要悔改。嗱，呢個亦都係聖靈嘅禱告啊，即係一路為我哋禱告，以致我哋會感受到聖靈嘅感動。所以呢個説不出嚟嘅嘆息咧，個解釋就冇理由咧，即係話我喺呢度，咁聖靈喺嗰度，唉，而係佢喺我裏面喺度，唉，我就感受到嗰種憂傷啦。於是咧，我就喺裏邊有回應啦，即係聖靈咧不斷同我哋好親切咁樣為我哋祈禱啊，係咪好親切啊？當你咁諗嘅時候，神真係好靚啊，係嘛，好美麗。就係佢不斷為我哋祈禱嘅，咁我哋咁睇到嘅時候，哇！神真係好啦，居然咧耶穌同埋聖靈都不斷為我祈禱，並且帶住感情喎，係咪啊？係帶住感情，所以佢會有説不出來嘅嘆息，係咪？好啦，咁喺聖經亦都講到咧，神咧想我哋禱告咧，係叫我哋能夠逃避災難喎，即係聖經又講到你禱告嘅時候要逃避災難，馬太24:20一齊讀啊！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日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即係你祈禱，叫呢件事唔好發生喺嗰個時候。路加21:36，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即係呢度都係講到喺末日嘅災難嘅時候咧，我哋祈禱逃避呢啲一切將來發生嘅事，或者能夠喺呢啲一切嘅事中剛強壯膽。能夠將來喺神面前企喺神面前，能夠得力。咁咧，同埋咧，歷代志下7:14，我哋啱讀過經文。當我哋自卑禱告，尋求神的面，轉離他的惡行，
咁個地就會點樣啊？地就會點啊？經文啊，唔係震動啊！你睇經文寫乜嘢？醫治，即係話你唔祈求地又會點啊？有病啦，係咪？當你祈求嘅時候咧，個地咧就會醫治翻啦。咁所以咧就逃避呢個地嘅問題啦，即係個地咧會發生問題嘅。當你祈禱嘅時候咧，就會個地咧就會得到醫治啦。即係神咧係想我哋祈禱咧，叫我哋能夠個地得醫治，同埋逃避末日嘅災難，喺末日嘅時候能夠企得穩嘅。咁你神亦都咧想人哋祈禱咧，堵住破口同埋避免滅個國家被滅嘅。詩篇106:23一齊讀啊！所以他說要滅絕他們，若非有他所揀選的摩西站在當中，原文是破口，使他的憤怒轉消，恐怕他就滅絕他們，即是要滅絕的。但是呢，摩西就站在那裡，就堵住這個破口，站在破口那裡，結果呢，神的憤怒不來到，就沒有滅絕這個國家了。由以西結書22:30，我在他們中間尋找一人重修牆門，在我面前為這國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卻找不著一人。咁呢個企喺個破口防堵，使我不滅絕這國，呢個係防止神喎，唔係防止敵人喎，係咪啊？等神冇滅絕，咁所以呢個防咧就唔係淨係睇住有冇兵嚟㗎，係咪？而係咧祈禱去擋住，讓神咧嘅懲罰唔會臨到嗰個地方。咁咧，我哋睇一睇先啦。時間關係咧，我哋跳去後面嗰度先。我上下一次先繼續講，因為呢度講到祈禱咧，其實講咗好多樣嘢㗎。我哋一齊睇一睇點樣禱告，然後我哋今日喺呢度結束嘅。我一齊讀下。第一，深信神極愛我們，宣告和享受神的愛。第二，整天用心靈和誠實禱告，不單用言語。第三，有信心神定意想祝福信從他的人和帶來復興，當人渴慕神，神就做工。第四，持續長時間禱告，進入神更強烈同在。第五，愛慕神和處理生命，叫神更喜悅我們。第六，與更多基督徒同心合意的禱告。第七，避免這樣的狀況，不信、對神懷疑、自憐，留在最終，體貼肉體，隨意禱告。這裡講到就是怎樣我們祈禱能夠得力。第一就是祈禱很重要，深信神很愛我們，宣告和享受神的愛。為什麼這樣呢？我見過很多人祈禱是這樣的，他們會即係呢個情況咧，比較喺國外比較多啲嘅。佢哋咧會神啊憐憫啦，神啊憐憫我哋，咁啊會好憂傷嘅祈禱啦。咁其實咧，佢咁祈禱一樣神係聽嘅。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嗰種嘅祈禱有一個心態就係好似神唔想嘅，佢就一路去探啊。好淒涼，譬如領敬拜，佢哋都有呢個傾向嘅，即係領敬拜嗰時，神啊，我哋好需要你，神啊，我哋好嗱呢個其實唔係錯嘅，不過我即係話佢可以去一個層次，神啊，我知道你好愛我哋，我哋可以相信你，可以依靠你，享受神嘅愛。但有啲人可能個心咧就硬，佢話你要鬧下啲人，等啲人咧好迫切、好迫切咁樣先會祈禱噶嘛。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好深信神嘅愛咧，一樣。神咁愛我，我哋一樣會更加有信心祈禱啊！所以我就同佢講話：你試下祈禱咁樣祈，神你愛緊我哋，你好想復興，只要我哋願意，神啊，我哋願意嚟到面前悔改，你幫助我哋興起我哋，我哋悔改行你個路，我哋就會復興噶啦。因為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好似復興好遠，神啊，你快啲復興，快啲復興啦，求你復興啦，求你復興，覺得好難。其實神係成日都想復興噶，神今日都想復興我哋嘅，神想復興我哋每一個人噶。是神成日都想，是人不想的，是啲人冇委身嘅，啲人委身即刻可以復興的。如果你日日都好像我咁，成日都咁渴慕神，成日都咁祝福人，成日都去傳福音，成日都建立人，成日都揾機會服侍主咧，我哋呢班人個個都係咁咧，一定復興噶，係咪啊？就係問題，我哋願唔願意啫嘛。所以你就同神講：神，我知道你好想復興，你好愛我，想興起我，我只要嚟到你面前悔改，求你改變我，你就可以得噶啦。
我唔係話我做得夠好，其實我有一路進步。不過咧，即係話如果個個都係咁迫切咧，其實神係好想好想復興我哋。所以呢個第一就是深信，於是你就會享受啦。所以祈禱裏面第一就係相信神嘅愛同埋享受神嚟愛緊我嘅。所以我要好輕省，可以嚟到你面前，好有信心，你一定祝福嘅。所以有病嘅時候，你放喺我為人祈禱咧，我就唔係盼望神啊醫治佢，神啊醫治佢，神啊求你醫治佢，一定醫治佢。因為我覺得神今好想憐憫嘅，我就係多啲係咁啊！神啊，你愛我哋，你知道我哋嘅需要，你好想祝福我哋嘅，我哋就嚟到你面前去親近你，你一定會祝福嘅。即係我就係同人講，就係、是、你多啲享受神嘅愛，活在神嘅愛中禱告啦，更加有力量。咁我哋好多次祈禱都睇住啲人改變嘅，你喺網上可以見到好多 YouTube 揾葉牧師，你見到好多醫治嘅見證，都係完全唔知係點樣喎，去到跟住有咩病，跟住祈禱後嚟就改變啦。好啦，呢、这個第一就係深信神嘅愛啦。第二咧就是、整天用心靈同誠實禱告，唔係淨係用言語啊，唔係淨係不如講啦，呢個，哎呀神啊醫治佢哋啊，神啊幫助佢哋啊，清潔佢哋啊，攔咗魔鬼奉耶穌名啊，祝福佢哋。淨係猛咁求，其實神係聽到好多説話，聖經都講咗，你哋唔好好似外邦人，以為用話多了就必蒙垂聽，唔係唔使要話多。不過咧，聖經又講到讚美咧係不斷嘅讚美，所以我哋可以不斷嘅讚美神。只要你講嘅説話唔係要講得多咧，神就聽嘅，係你同神嘅關係。你越相信神嘅愛，越活在神嘅愛中，越處理你嘅罪，將你嘅生命交俾耶穌，你嘅禱告神就喜悅。神就會大大使用你，不是你祈禱一千句，因為一萬句。當然你可以祈禱一句，但是用更多時間去親近神和享受神，相信神愛你，這個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就是對神有信心，知道祂是愛我們的，這樣祈禱更加有效。就是成日用心靈禱告，不是單是用言語。第三，有信心神定義上祝福，就是祂一定祝福的，這個是信心啊，唔係好似我要挨到神祝福，即係好似咧有啲人就好似我要撳個牛頭低咁樣祈禱啊，撳神咧最後聽啦，唔係咁啊，神唔係牛頭啊，神咧係成日想祝福人，只係人願唔願意俾佢祝福嘅。神咧定義祝福信從佢嘅人，同埋帶嚟復興嘅神，好想帶嚟復興。當人渴慕神，神就做工嘅。所以當我哋全心全意，你願意嘅話咧，神就復興噶啦。神就復興呢個地方，當我哋願意嘅時候，神就復興呢個地方。我哋不斷喺神嘅同在之中，神就復興呢個地方。第四啦，持續長時間禱告，進入神更強烈嘅同在。神強烈嘅同在就好似撒母耳記上講到咧，佢哋一齊禱告咧，嗰種能力，掃羅一去到即刻就被改變成為新人啦，就係呢種嘅強烈嘅同在。如果你日日都係用長嘅時間禱告，同埋咧，你翻工四圍行路都成日讚美神、愛神，成日都感謝神，喺邊度都感謝神，同埋學到用靈嘅禱告咧，用靈嘅禱告咧係比較難嘅。咁但係咧，當你嘅心好中意神，神啊，你真係好，同埋咧學習成個心靈去呼叫耶穌，哈利路亞，哦耶穌，呢個係開始啫。當你做下咧。一想神咧，即係用個靈去諗啊！一想神咧，即時神嘅臨在，即時臨到嘅，呢個係需要操練嘅。即係你一想神，一想神咧，係成個人會感受到神嘅同在，亦都睇到啲人即時被神改變嘅。呢個就係神強烈嘅同在，呢個就係點樣帶嚟強烈嘅恩膏同埋強烈嘅祝福。咁我哋去到好多地方咧，都睇住啲人好大嘅改變。當我哋睇到神嘅工作同埋佢哋。聽到啲教導，佢都好大嘅改變，好大嘅火熱，就係神強烈嘅同在。我哋試過亦都咧，係嗱，我啱啱擺上網有一個影片咧，就係我喺度彈琴嘅，帶佢哋咁即係一路享受神嘅愛。我啱擺上 YouTube 嘅牧師嘅，你可以聽到佢啲反應好強烈嘅，即係但喺香港咧，似乎啲反應咧有時咧就比較即係好似含蓄一啲啊。含蓄啲啊！咁咧，我哋試下都即係對神嗰種愛咧，個回應更加強啊！就係當人真係肯放手、放鬆自己、輕鬆。咁譬如咧，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我哋後面有位姊妹啦，去到
去到肯亞嘅時候咧，佢經歷好大嘅喜樂。咁咧就我希望佢繼續持續喺呢個喜樂裏面，就係當佢嗰日咧，哇，好放好放好投入嘅時候，哇，忽然間神嘅靈好大嘅喜樂臨到佢身上。咁呢個咧就係我哋翻到嚟香港點解忽然間又同喺肯亞唔同咗咧？咁我哋點樣去提升咧嚇？好啦，第五咧就係愛慕神同埋處理生命啊。咁嘅時候神更喜悅我哋。一個人唔處理生命，佢就成日發嬲，反而佢即係佢個生命咧就唔能夠提升啦。所以我哋唔係淨係祈禱嘅，一定要處理生命。第六啦，與更多基督徒同心合意禱告，亦都會帶嚟力量嘅。咁咧呢個禱告咧，其實最重要就係一齊愛慕神、享受神、有神嘅同在，然後禱告咧係更有力量。同埋就算唔聖嘅禱告，都嘗試咁樣樣喺唔聖嘅禱告咧點樣樣咧，一樣有靈性嘅禱告啊！心裏面深深被神感動，神啊，你好憐憫香港，你好憐憫香港，好憐憫呢啲國家，好憐憫呢啲基督徒。好多基督徒好懶惰，神啊，你知道，你好想佢哋改變噶，即係你祈禱嘅時候，你個心裏面有呢種嘅感動啊。於是你用靈發出神啊，你興起佢哋改變佢哋。神，你可以大大嘅使用佢哋嘅，興起佢哋，讓佢哋睇得到有你嘅眼光睇呢個世界。咁咧而祈禱要避免乜嘢咧？冇不順，有啲人咁啊，神啊，你快啲醫我啦！神啊，快啲啊，快啲，快啲，唔該你，快啲，快啲，就係覺得神唔會做嘅，就驚住神唔會做嘅，都不信啦，或者對神懷疑啦，就覺得咧神咧，即係覺得神咧嗰啲計劃咧唔係最好嘅，即係我哋誰少相信神嘅計劃係最好嘅，或者自憐一路祈禱，覺得自己好淒涼，好可憐。或者留在最終體貼肉體隨意祈禱，即係隨自己的心意去祈禱的時候，這些祈禱也是神喜悅的。所以更多你試下，第一就是宣告神的愛的祈禱，神愛緊我的，神跟我一起的，神在陪著我的，神體重我的，這種宣告神的愛的祈禱，又享受神一路享受有神同在真好啦，哈利路亞！享受神，然後就愛慕神，愛慕敬拜讚美。我再講一次，即係親近神嘅祈禱咧。第一有恩典嘅祈禱，就係成日講神嘅恩典啦，恩典嘅祈禱。第二咧就係享受，即係你喺恩典祈禱中都係可以享受喎。即係不過我將佢分開，恩典就宣告神嘅恩典，跟住咧就享受，咁然後咧就係敬拜讚美同埋愛慕。咁呢啲係親近嘅，然後咧祈禱咧代求啦，喺聖靈裏面代求。咁呢個代求咧，其實大家成日都可以做嘅。你為到街上嘅人禱告，為香港禱告，為教會禱告，為你自己禱告，為復興禱告。即係我時時我去到邊度，我都時時都去祝福周圍人。我又親近神，即係我兩幾樣祈禱都有做嘅。我又享受神嘅同在，我又會為不同嘅祈禱嘅。咁我希望大家咧聽到今日信息，睇得到。睇到嗰啲祈禱大有能力係咪啊？當呢個祈禱到呢個數量嘅時候，神就喺末後要發生嘅事就開始發生啦。當但以理祈禱嘅時候，就發出命令，加百列即刻就嚟到佢當中啦。就睇到我哋嘅祈禱嗰種嘅果效啊！睇到摩西同埋撒母耳今次冇講到嘅經文啦，大衛佢哋嘅祈禱咧係好有能力嘅，即係神咧就係神。嗰啲越親近佢嘅人，佢嘅禱告係越有能力。佢同神嘅關係咧，係神認識佢嘅，係神咧係特別咧係即係特別喜悅佢。正如咧神咧喺咁多嘅門徒，佢揀選十二個，然後十二個咧揀選三個，即係嗰三個人最親近佢嘅。咁我都希望我哋渴慕呢個心，同神有呢個親密嘅關係。我嚟到神面前，一齊嚟到神面前。我哋喺呢陣請大家起身，一齊咧去享受同神一齊。你試下留意下，我用恩典嘅禱告嚇，恩典嘅禱告。希望大家更多用禱告嚟到親近神。哈利路亞，主耶穌，多謝讚美你，耶穌多謝讚美你啊！哈利路亞，你真好，神啊，你真好，哦，主耶穌，你真好。你真美善，你不断为我哋祷告祈求，圣灵啊，你不断喺我哋心里面咧，用说不出嚟叹息为我哋祈求，我哋多谢赞美你，神啊，多次我哋违抗你嘅心意，令到圣灵忧伤，啊，你帮助我哋睇得到，神点样欢喜我哋，神恋爱我哋以主嫉妒嘅。
主帮助我哋喺呢一阵相信，相信耶稣。呢一阵，耶稣喺呢一阵喺度爱紧我哋。神啊，你喺呢一阵，你喺度怜悯紧我哋。耶稣，圣灵喺呢一阵好欢喜嚟到我哋嘅心里面，赐俾我哋一个火热嘅灵。圣灵喺我哋心里面不断嘅感动，神啊，求你嘅灵感动我哋，让我哋知道我哋系被爱嘅，我哋系王子公主。
耶稣，耶稣，多谢你。使用。
具體嘅俾神用嘅，你點樣具體俾神用嘅，你就講出嚟，你交俾佢，交俾佢，俾佢。然後呢講了一陣，你就兩個試下用靈的禱告，熟習恩典的禱告，記不記得恩典，就是宣告神的恩典，神愛的愛，神祝福我的，然後呢就是享受神，一路享受神，還有呢愛慕、敬拜讚美愛慕的禱告，還有代禱，即是四種的祈禱，大家記不記得，第一宣告神的恩典的禱告，神愛的愛你的，第二呢就是、享受神的禱告，這個可以合拼的，然後第三呢就是敬拜讚美愛慕神，然後就是代禱。